今天吃一个老式的麻辣烫，我点的这个是超级辣的。这个看起来不怎么辣，但是吃起来特别辣，就跟那个玩味牛皮里边的辣椒是一样的。而且它里边这个面特别特别的入味儿，就是吃过那么多的麻辣烫哈，这个是我吃过里边的面最好吃的。而且他家给的量还挺足的。换了一下，刚才那个实在是太辣了，我还给自己偷偷点了一个微辣的。还是这个我能驾驭得了，这个都眼睛里边都眼含眼泪，给我吃感动了。